这是谁的车？我也不知道。刚刚开走的是谁的车？是一个姓石的老板的，好像是北京来的。石少卿，他是来监狱看柳莺娘的。这监狱管理的可真好啊！躲开！把门给我打开。是。洪县长，您来了。您帮我找到我闺女了吗？你答应过我帮我找我闺女的呀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问你们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娘在服刑，你们要把她伺候成慈禧老佛爷呀！扔出去，都给我扔出去！是是。县长大老爷，你答应过我帮我找闺女的，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！洪县长，三少爷，您看看。我不看。爱情是美好的。婚姻是神圣的、崇高的。这种包办婚姻，是人性的枷锁，是对爱情的玷污。哎呦，龙岩宗，你在监狱里都有人帮你说媳妇儿，还让你挑，这都羡慕死我了。哎，这可都是你娘的一番好意，你别不识抬举行吗？麻烦你回去告诉我娘，她的这种好意我不接受，我龙岩宗不想害了别人家的小姐。这，你家这么有钱。谁嫁给你都求之不得，怎么能说害了人家呢？此仇不报，我不配活在这个世上。就算从监狱里出去，我也不会成家。我不杀了石少卿，我不收拾了那个姓洪的，我龙岩宗誓不为人。哎，洪县长，大雪的天您怎么来了？葛小三儿。玩忽职守，当然不知道我要来了。龙岩宗，我就在你面前，你打算怎么收拾我呀？洪县长，少来这一套！洪县长，您是正人君子，我是阶下之囚，我想您不会趁人之危，在这个时候为难我。让我不能活着出监狱吧？哼，那是自然。有您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哎，各位兄弟，你们都听好了，洪县长说了不为难我。你们谁要再对我用私刑，害我死在监狱里，那就是谋杀。龙岩宗，我跟你比起来，的确是正人君子。我不会用私刑让你死在这牢里，我还等你出监狱报复我呢。洪某人，我不怕你。洪院长，您要走了？人呢？把蛇小四的钱给我下了。是。回来。既然你愿意给龙家当奴才，为什么要当警察？拿着国家的薪俸伺候你家的三少爷，你想得倒美呀！把他这身衣服给我扒了！你，蛇小四儿，从今往后不再是警察了。洪院长，我还想为蛇家光宗耀祖呢，啥都没了，啥都没了。我可怎么办啊！你这个废物，你给我起来呀！你别在这嚎了，别让夫人看着心烦，行不行？你就让他哭会儿吧，他还是个孩子。我除了当警察，我啥也不会。我
我不会呀，我怎么办？下去，下去，下去。您慢用。薛队长，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我不，在法场上，我摘了你的帽子，害你剪了小辫子，你恨我，你要打我，对不对？你别看我没枪，就凭你，我不怕你个老东西！来，喂，喂，薛队长，你瞧我这岁数，我怎么能跟你打架呢？哦，我是看您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，我怕您喝醉了，我来陪陪您。我止不住啊！我谁呀？也不敲个门呀！夫人，您咋上这儿来了呢？来，请坐。我来看看你。因为我小三丢了差事，我这心里啊还真觉着过意不去。夫人，我那不争气的侄子算什么东西啊，还劳您挂牵着。这儿也没有外人，就别说是你侄子了。明儿啊，你把这个替我交给小三。哎呀，使不得，夫人，使不得。有什么使不得的？他帮我的忙，丢了差事，我得给他补偿啊。可这么多钱，他也不会花呀。那你替他收着，帮他说个媳妇儿，兴许他一高兴啊，就过了这个坎儿了。我替小三儿谢谢夫人，您对小三儿真是恩重如山。洪县长就一句话，你就丢了差事啊？可不是嘛，人家是县长，想收拾我这个小皮警察，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。我知道您是管监狱的，原本还想通过您打听打听二少奶奶怎么样了呢。能怎么样啊？我都被扒了官衣了，他还能活着出大牢？是，是局长，你说什么？你说二少奶奶不能活着出大牢？哎呦！这是怎么回事嘛？二少奶奶不就是判了入狱一年吗？难道是那个洪县长又捣什么鬼，非得枪毙他不行？枪毙？哎呦，谁会为他浪费个枪子儿啊？那你刚才说二少奶奶不能活着出大牢了？你想啊，他肚子都那么大了，马上就要生了啊。本来我在监狱里当差，还能偷偷的给他找个接生婆帮帮他，啊！现在我不在了，谁去帮他？在监狱里边，一个女人要生孩子，啥都没有，那还不得落个母子双亡啊！啊！农夫，你在这先等会儿。万一要是夫人不肯见你，你可别怪我。哎，有劳石管家了。农夫，他回来了。是，他手上有地，要卖给你。卖地？给我？20亩的上好水浇田。他哪来的20亩上好水浇田？我也纳闷啊，那地确实是咱龙家的，但地契上又有老太爷的亲笔字和印章。让他进来。是。
你这地，夫人，龙夫不要了，请您给折成现钱。佘管家，快去报官，这地契有诈。夫人，这有诈。龙福，你是龙家的老人了，即使你跟严宗闹翻了，离开了龙家，但是我觉得你是因为对季宗的感情，所以仍然很敬重你。你居然伪造地契回来骗钱，你老太爷要早知道有今天，绝不会教你写字。夫人，您是说这地契上的字？这地契上的字一定是龙福伪造的，他跟了老太爷多年，会模仿老太爷写字。至于这个印章，一定是他偷偷盖的。夫人，您不要这20亩地也无妨，您把那地契还给我，我卖给别人去。你大胆！佘管家，还不快去报官？是。哎，等等，夫人，您为什么就一口咬定这地契是我龙福伪造的呢？照这地契上说的，这20亩水浇地32年前就是你的了，你为什么不种啊？让龙家的佃户种，打下来的粮食归龙家，你也太好心了吧？有了这20亩上好的水浇地，你还能在我们龙家看大门？你早就出去当员外了吧？老太太在世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把地契拿出来？是怕老太太一眼识破吧？夫人，我问你，老太爷驾鹤西去多少年了？32年。32年了，又如何？32年了，那老太爷是怎么走的？去省城的路上，马贼打了老太爷的黑枪，虽然没打着，可是老太爷受了惊吓，回家一病不起。没错，那一枪没打中老太爷。您可知道那一枪打哪儿了吗？32年了，枪子儿一直在里边。等到阴天下雨，我这后脊梁钻心的疼。夫人，32年前，老太爷赏了我这20亩地，我没把它收过来，因为老太爷对我恩重如山。我龙福能为老太爷挡这一枪，那是我的福分。夫人，我现在缺钱花了，离开龙家这半年，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，之前的家事儿，好一点的衣服也都当光了，就剩这20亩地了，所以今儿我不得不把地契拿出来。夫人，我有急用啊！啊，这毕竟是龙家的地，我不想卖给别人，所以今儿我才来求夫人，让夫人把它买回去。夫人，您若是不信，我也没法子了，那您就去报官吧，直接把我抓进大牢，那倒也省事儿了。龙福，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，你跟过老太爷，老太太也很信任你，那我也就信你一回吧。你拿了钱，好好置办一份家业，安度晚年吧。龙福，多谢夫人。
老头，干什么呢你？干什么？我打人！干什么？别动！别动！你这老头疯了吧你？警察你也敢打？我没疯。监狱好啊，我就想进监狱。监狱有吃有喝，还有地儿住。我没疯，快送我进监狱！三位官爷吉祥，吉祥！老头儿，听说你活腻了吧？敢打警察？没这事儿，没这事儿，没的事儿，没的事儿怎么进来？这位官爷，我就专门惹点事儿，就想进来坐牢。什么？听说过争着娶媳妇儿的，没听说过来争着坐牢的。老头儿，你脑袋有疯病吧？我腿瘸，别的没病。那你进来想干啥？我就想进来孝敬三位官爷啊。哦，来，你干什么？我，三位官爷。亏着把现银换成了银票，要不然还真带不进来。孩子就没得吃，你是当娘的，不管跟谁生气，不能亏这孩子呀。福叔，二少奶奶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我找了个新差事，在这儿做饭，以后啊，我就能天天看见二少奶奶了。你也穿着囚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二少奶奶，我的事儿啊，您就不用劳神了，您好好养胎啊，快拿着。二少奶奶，趁热。哎，完了。福叔，我在这里待了好几个月了，您在外面看到我的孩子们了吗？啊，恭喜二少奶奶，盘弟和招弟找到了。真的，您追上昌西的盖家班了。盖家班？对呀，盘弟和招弟不是被盖家班给带走了吗？哦，您不是在盖家班找到潘弟和招弟的吗？不是，是在古风村，他们离开奶奶家就回了古风村了。哦，二少奶奶买下您那三口窑的老好，收留了他们。潘弟跟招弟回古风村了。这两个孩子真有主意，我就说嘛，一个唱戏的戏班子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收留他们俩呢？看来那个姓佘的又没跟我说实话。福叔，他们在古风村好吗？好。哎呀，
街坊邻居都好着呢，三天两头的给老郝家送粮食。要是哪个邻居杀了鸡呀、啊，一准请二位小姐吃鸡大腿儿。我这几天总是在做噩梦，我以为我的潘迪和招娣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，看来梦都是反的，反的呀。福叔，那我的念弟呢？我的念弟找到了吗？念弟啊，念弟也有消息了。二少奶奶，念弟是被清风镇一个姓郭的人家收养了，这是一个富贵人家。我见过郭员外了，我跟他说明了事情的原委，可是他很谨慎，没让我见。哦，不过郭员外说了，只要他亲娘一到清风镇，一准让娘俩相认。我的念弟也活着。活着。郭员外可喜欢他了，说念弟都长高了。二少爷，你听到了吗？我们三个孩子都找到了，都找到了。帮我找到了三个孩子，从今往后您就是他们的亲爷爷，我给您磕头。二少奶奶，二少奶奶，起来，你快起来，我不能在这待久了，我得走了，要不然警察会抽我鞭子的啊。三个姐姐，汉弟、招弟、念弟，都找到了。汉弟、念弟、招弟，娘想你们了。佘小四出了事儿，我娘派你进来伺候我的。我早就不是你们龙家的人了，我凭什么伺候你？哎，打警察那巴掌真过瘾，他们判了我入狱半年，正好赶上二少奶奶生产。哈，兴许啊，我跟二少奶奶一块儿出狱。等等，你为了那个女人打警察，甘愿为她坐牢？是又怎么样？二少爷啊，打四岁起就是我带，这是老太太吩咐的。二少爷那是何等的敬畏啊！可他不止一次的跟我讲，我们情同父子。二少爷走了，二少奶奶怀着他的骨肉进了大牢。我龙福就是豁出老命去，也得保他们母子平安。夫人，今年的年夜饭我想还是四两八热了，菜谱我就不跟你说了。你要是没心情，我直接让他们送长房去得了。也不知道我儿严宗
在牢里能不能吃上几个饺子。饺子，他们这么好，给我饺子吃啊。红果，这是龙家饺子的味道，你不是专门为我包的吧？三少爷，您嘴够刁的，一吃就吃出来了。我可没那么好心，专门给你包饺子吃。要谢，那谢二少奶奶。她说她一个人吃不了这么多，让我给您分几个过来。老夫，你这进来两个多月了，我一直想和你好好聊聊。今天是除夕，能不能陪我说说话？没想到在这儿过年还能喝上酒。这是当官喝剩下的，我藏了十几天了。今天大年三十为人巡夜，你解解馋。老夫，你也喝一杯。我可不敢喝，按日子二少奶奶早就该生了，我得精神着点儿。老夫，难得今年是大年三十，你好好跟我讲讲，我二哥带着柳龙年回龙家，这前前后后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啊？消停呢。其实，娘也不想让你出来，怕你受苦。在娘肚子里暖暖乎乎的，多舒服呀！就这么说定了，等娘离开这个鬼地方，你再出来。想想都觉得好笑。你要是十个多月了还不出来，又该有人说娘是妖女了。是不是听懂娘说什么了？要出来跟娘过年呢。儿子，你再听听啊，等娘把福爷爷送的这盘饺子都吃完了，你再出来，娘好有劲儿生你啊。二少奶奶，可是后来二少爷弄清事情真相之后，我非常后悔。在二少爷临死前一个月，他找我去陪他喝酒。那天二少爷多喝了几杯，他一流着眼泪跟我说，他对不起英娘，他这一辈子要对二少奶奶和孩子们好，以弥补他的过错。有酒没有？再给我倒一杯。
二少爷啊，最最后悔的，就是引狼入室，与那个石少卿拜了把子。那个石少卿他是什么人呢？这个人无比的奸诈狠毒，说起假话来，那眼睛连眨都不眨。我说三少爷，你怎么能信他呀？你是被那个石少卿激怒的吧？啊，若非如此，你怎么可能有这个牢狱之灾？你是吃了他的亏，上了大当了。难道真是我错怪了柳莺娘？糊涂啊！我真是糊涂！我险些置刘洋溺于死地，这不就更对不起我二哥了吗？三少爷，三少爷，您听见声了没有？没有啊。叫声，二少奶奶的叫声肯定要生了，要生了。慢点，慢点，把门接回去。这些布都是我一块一块攒的，都洗干净了，一会儿用得着。谢谢福叔。往后点，别烫着。将就吧，已经很好了。哦，对了，二少奶奶，这个在牢里可不好弄，我花了一张不小的银票才弄到的。生下来！啊啊！
还让不让睡觉啊？啊，这不缠了俩时了吧？睡啥觉啊？大过年的，这是难产，准得疼死。这世上再苦再难，你也得出来。你放心，娘还有你三个姐姐会陪着你。儿子，你出来！少爷。龙家的列祖列宗，二嫂柳莹莹正在生产，请列祖列宗保佑她平安顺利。若是男孩，我二哥龙继宗就后继有人了。少爷生了个小少爷。龙家的列祖列宗，龙家有人延续香火了。意思，有意思啊！叔叔，今天你怎么这么高兴？我刚才签了个字，柳莹娘明天就要出狱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！有意思的是，柳莹娘居然在牢里生了个大胖小子，大年初一生的。叔叔，这女人生孩子多难啊，更何况在牢里，一定受了不少苦，有什么好笑的？我笑的是，有热闹可看喽。什么热闹？我问了一下，龙烟宗没几天刑期了，我就做了个顺水人情，让他也早出了几天。明天监狱门口一定是一出好戏。什么意思？明天监狱门口一定是一出好戏。什么意思？我早派人侦查了，那个使都向我行贿的石少卿，自从柳莹娘进了监狱就住在孝兴没走。他可是北京来的，一年呢一直在等着柳莹娘。哎，柳莹娘明天出狱，他能不去接吗？龙烟宗明天出狱，龙家能不去接吗？
两头相撞，一定是一出好戏。叔叔，您明知道这两边有仇，干嘛让他们撞上？龙延宗不是想报复我吗？啊，仗着他们龙家在孝兴有钱有势，谁都不放在眼里。可我听说石少卿也不是善茬，在北京很有家世，强龙遇上地头蛇，我先让他们俩斗一斗，斗得越热闹我越高兴，最好是动刀动枪，我立马抓人。我要让龙延宗坐一辈子大牢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报复我。这都一个时辰了。哎，这不是龙福吗？这小子什么时候进去的？哎呀，半年了，犯了疯病，到政府门口去打警察。你说这。龙福，你怎么越来越没有规矩了？这龙家长辈都在这儿，你不该过来见礼吧？我们老几位，我已经不是龙家的人了，礼数不周，你们就别挑眼了。我问你，严宗在里面怎么样啊？他有没有挨打呀？这脸上没落下疤吧？胳膊腿脚也没落下什么毛病吧？待会儿啊，三少爷出来，你们一看就知道了。哎，龙福，你既然不是龙家的人了，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，那就赶快走，别让我们看着碍眼。对不住，我不走，我还在那儿等着接小少爷呢。嗯，哪儿来的小少爷啊？是继宗获战，已故东家龙继宗的遗孀柳英娘，在牢里给二少爷生了个小少爷，都三个月了，小家伙壮实得很，那眉宇之间的模样跟二少爷小时候那是一模一样。给二少爷生了一个儿子，是在牢里生的，我给他起名叫牢生。牢生啊，这个是你的奶奶，你爹的亲娘，娘抱着你给奶奶磕头。等会儿，你说这是龙家的孩子，我们可不认。二兄弟都死了多久了，你坐了一年大牢，你就抱儿子回来，还说认祖归宗，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偷的野种。刘姨娘，你为了夺龙家的家业，你可真是费尽心思。老生，世人就有父母，有父母就要行孝道，娘抱着你给奶奶磕头，就是要让你学会行孝道，这样才对得起你爹给你这条命。这可不能认，这可认不得呀！啊，不不，哎，刘英娘，别走，哎，
燕宗他娘，这孩子到底是不是咱们龙家的，你可得抓紧时间拿主意啊。他们这一辈儿就这么一个男丁。就是啊。三叔公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这长房长孙的不算数啊。哎呦，哎呦呦喂，哎呦，孩子他爹呀，你快点睁开眼回来看看吧，长房长孙的没人认，这不亲不白的孩子只是当个宝呢。现在不是说这个。娘，你终于出来了！哎呀，孩子都这么大了，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！哎，打得好，我该打。这样，你再打我一巴掌，兴许我心里还能好受一点啊！滚开！别生我气了，咱们回家。呸！呸！你个老不死的，敢推我们家老爷！算了算了，宁宁还在生我的气，慢慢会好的。走，跟上我的宁宁。走走走走。奸夫淫妇啊，昭然若揭，昭然若揭啊！哎，严宗，严宗出来了！严宗，哎，儿。严宗，严宗。儿啊，快起来，让娘看看。哎，哎呀，这胳膊腿啊都没事儿。是啊，这小脸还挺好的。好，人在呀，将来龙家振兴有望。是啊，严宗，以后千万不能再惹事儿了。这龙家可还指望着你呢。是不是？各位宗亲长辈，让你们担惊受怕了，严宗给你们磕头赔罪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起来吧，起来，孩子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娘，我二嫂去哪儿了？哎呦，你说柳姨娘啊，我们都看见了，刚走。刚走？你们怎么不拦住她？你们不知道她怀里抱的是我二哥的骨肉啊？嗯、你怎么就知道是你二哥的呀？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，我二嫂去哪儿了？我一定要追上她。严宗，你在牢里受苦了，咱们还是先回家吧啊！娘，我一定要找到我二嫂，把她带回龙家。你想，她现在一无钱财，二无住处，让他们孤儿寡母怎么活？你放心吧，人家相好了，开着汽车在后头跟着呢。人家说了。家里呀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不用你操心。什么？你说是石少卿啊？对呀，柳姨娘就是被石少卿接走的。那叫什么接呀？你没看见刚才他还抽了石少卿一个巴掌吗？哎。哦，挨了抽不还手，那叫打吗？叫打情骂俏。哎，我看不像。那又怎么像呀？怎么才算像呀？姓石的说什么你们没听见呀？人家姥姥眼花，你们姥姥还耳聋呢。哎，你，哎呀，三叔公、四叔公啊，看今天这出啊，这柳姨娘跟石少卿还真说不清楚。我看那孩子不追也罢，你万一是个野种呢，这不岂是贻笑大方吗？咱们今天是来接严宗出狱的，其他事情以后再说，以后再说。严宗，
先回家吧。这一年来，你娘可想死你了。严宗，先回家啊。娘，你们先回去，我去就来。无赖一直在后边跟着，真让人心烦。让他们跟着去吧，反正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。洪小姐，英娘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这是花送给你。为什么？我听叔叔说你在监狱里生下了孩子，我知道女人生孩子有多么不容易，更何况在监狱里。这束花送给你，送给你这位伟大的母亲，你可一定要收下。好，谢谢洪小姐。洪小姐，我记得我以前说过恨你，现在想想真的不应该。那天在法场上，要不是你带着古风村的乡亲们去救我，我早就挨了枪子了，更不能生下这个孩子。老沈啊，眼前的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娘带着你给恩人鞠躬。英娘，你千万别这样。英娘，你跟我走吧，我那儿住处大，我把床让给你和孩子。不用了，洪小姐，谢谢你的好意，我得回古风村。你还不知道吧，我三个闺女都找到了，老大老二在古风村呢，老三在清风镇，我这就去古风村接上盼弟和招弟，然后再去清风镇接上念弟，我们一家五口人就能团聚了。啊，太好了，一家人团聚多好呀，恭喜你啊。洪小姐，有件事我想麻烦你。你说。后面跟着我们有一辆车，还有一堆坏人，你能帮我们拦住他吗？放心吧，英娘，你们先走。谢谢洪小姐。赵星，你给我下来。洪小姐。石少卿，你还嫌害英娘害得不够是吗？英娘不想让你跟着她，你离她远点。那可不行，我得带我的英娘回家。你个龌龊东西，别再说这些让人恶心的话。好，管家，哎，这位洪小姐啊，咱们可得罪不起。既然她拦住了汽车，那你们跟着我，我们跑着追英娘。哎哎，站住！你这个流氓，只要有我在，别想欺负英娘。管家，哎，给我抓着她！哎，是来呀、啊，你快走，上车。恭喜啊，龙延宗，你活着从监狱里出来了。我得活着啊，没想到你那么狡猾，我中了你的奸计。我活着出来就是为了索你的命。怎么着，光天化日之下又要行凶？这里是孝兴的县城。我没那么傻，警告你离我二嫂远点。哎，你们愣着干什么呀？快追我的姨娘啊！是，快快！哎，罗延祖，你急什么呀？咱俩好长时间没见了，多聊两句如何？和你这种奸诈小人有什么可聊的呀？哎呀，你看啊，我挨了你一剑，换你坐了一年大牢，咱俩算是扯平了。你我本来就没什么过节，一笔勾销了如何？一笔勾销，你说的轻巧，哪有那么简单？哎呀，
冤姐宜解不宜结嘛。你说这巴掌大的地方，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结了冤家多难受啊。再说了，毕竟你姓龙啊，我的瑛娘也不愿让我跟你结仇啊，是不是？老爷，没事吧？快来人呐！有人打人了！快来人呐！有人打人了！快来人呐！有人打人了！别动，老实点，别动啊！哎，严总，严总，哎，哎呦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怎么回事？快把龙延宗抓起来！刚出监狱他就行凶，无法无天了他。龙延宗，你让我打人了？抓起来！哎呦，哎呦，严局长是吧？哎呀，严局长，我儿严宗刚从监狱出来一年呢，您不能再抓他了，求您高抬贵手，高抬贵手啊！是高抬贵手，我可不能跟你们龙家只能秉公办事，不然的话就会被诬告。愣着干什么？抓人！是。哎，那使不得。娘，对不起，又让你担心了。儿啊，儿啊！等一等。严局长，您为什么抓人？龙延宗当街打人，不应该抓吗？当街打人，您看见了？这，严局，他确实打我了。您看，这都打流血了。石少卿，龙延宗什么时候打的你？就刚才啊，龙延宗一拳给我打倒在地，这你是看见的，在场的所有人都看见了。谁看见了？笑话！诸位父老乡亲们，你们有人看到吗？我离他们最近，我都没有看到，你们谁看到了？严局长，刚才石少卿和龙延宗就站在这儿说话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石少卿突然自己摔倒在地上，我亲眼所见，龙延宗啊，他没动手。洪小姐，可不能胡说八道啊！严局长，我亲眼看见龙延宗打我们家老爷。你是谁啊？我是石老爷的管家。哦，你是他的管家。哎。那当然替着他说话了。严局长，刚才石少卿带着好几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良家妇女，我看不过去上前拦，谁知道他让管家拉着我死死的不放。龙延宗看几个大男人为难我上来帮忙，谁知道被石少卿诬告。严局长，如果您要抓走龙延宗，我可要怀疑石少卿给你使了好处。你这怎么可能呢？龙延宗，你到底打人没有？没打。没打？那你们瞎叫唤什么？你以为警察是你们随便使唤的？走。严局，严局，管管你的脾气吧，有的人专门等着你犯浑呢。洪小姐，多谢了。哎，
严宗啊，你险些又中了奸人的奸计，回家吧啊。福叔，你也累了，歇歇吧。福叔啊，这往前的路我就都认识了，你也就别送了。我就是走得再慢，用不了两天也就到古风村了。总是这样耽搁您，我心里过意不去啊。哎呀，耽搁，我这辈子没什么要紧的事儿了。耽搁啥呀，福叔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。您为了我离开了龙家，又进了监狱，这份恩情，瑛娘永远记在心里。不过咱们说好了，往后您在哪里养老，可得告诉我一声。您是我们一家五口的恩人，是四个孩子的爷爷，等他们长大了，得为您养老送终。二少奶奶。有您这句话，老奴就心满意足了。可我，啊，您坐好。福叔，您这是干什么？少奶奶，我骗了你，请您赎罪。福叔，您快起来。怎么骗我了？二少奶奶，我一进监狱就跟他们打听，他们跟我说，您很少吃饭，都饿晕了好几回了，日夜流泪，思念三位小姐，也睡不好觉。我进监狱看见您的时候，您面黄肌瘦，非常的虚弱，站都站不稳。老奴担心这样下去，您保不住这个孩子，所以我就说。三位小姐都找着了，两位在古风村，一位在清风镇。那是我编的瞎话。二少奶奶，您进监狱以后，老奴一直在找，孝兴县城东南西北的镇子，我都找遍了，可是三位小姐一个也没找着。宽老爷，老天爷有眼，三位小姐那都是富贵命，虽然失散了，但是绝对碰不上坏人，你们母女早晚有一天会团聚的。少奶奶，您刚吃完孩子，身体虚弱，千万不要太难过了，保重好自己，带好小少爷才是当务之急啊。最后一张银票了，虽然钱不多，但好歹的能够给您安排一个地方住下。您先住下，我再去找三位小姐。福叔，您真是个好人，虽然您骗了我，可是我还是得谢谢您。那时候我大着肚子
吃不好饭，睡不好觉。要不是您告诉我找到了三个闺女，我肯定挨不到这个孩子出世，更不能顺利的把他生下来。福叔，您也一把岁数了，腿脚又不利索，风里来雨里去的替我找孩子，这份恩情姨娘记在心里，永远也忘不了。你为了去监狱里照顾我，花了多少银子打通关系我不知道，恐怕姨娘这辈子也还不上，一并记在心里。福叔，您操劳了一辈子，也该安顿下来颐养天年了。刚才您说就剩下这点钱了，您留着养老，以后找孩子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。现在看来佘队长是个好人，他言而有信，我帮了他，他还真的就派人替我去找孩子了。他们说潘迪和招娣跟着一个戏班子走了，还是个挺大的戏班子，叫盖家班。他们一路向西过了黄河，我一定能找到他们。福叔，戏班子到哪儿都唱戏，还不好找吗？盖家班，我听三少爷说他追上了一个戏班的，可是没找着大小姐和二小姐，那个戏班子也不叫盖家班呐。这就对了，他们要是真的追上了盖家班，不就找到潘弟和招弟了吗？就是因为他们搞错了，才没找到两个孩子啊。福叔，两个孩子去学唱戏了，真好，他们的爹就喜欢唱两句。福叔，您放心吧，我的两个闺女可懂事了，老大还能干活，等我找到他们，他们可以帮我看着老生，这样我就能腾出手来去找念弟了。其实最不好找的就是我的念弟，他被人贩子拐走了，人贩子哪有好人呢，也不知道我的闺女受了多少罪。好了，不说了。福叔，英娘给您行礼了，咱们就此别过。也好，二少奶奶，我骗了您，我也没脸再跟着您了。您说您有了消息了，那您就往西去找大小姐和二小姐，我往东去找三小姐，哪怕深山老林里只有一户人家，我也要去找，能打听了一丁点三小姐的消息，也是给您分忧啊。二少奶奶，也把这银票带上。福叔，万万不可，我已经花了您太多的钱了，不能再要。二少奶奶，您带着小少爷呢，他比我更需要钱。你拿着，你要不拿，老奴就给你下跪了。福叔，二少奶，福叔，你是长辈，你这样让我承受不起啊。好，把你拿着。福叔，若有来世，我愿意托生做你的儿女，在你身边尽孝，报答你今生对我的恩情。二少奶奶，千万别这么说，千万别这么说。你看，今天是三月初十，你我各奔东西，也不知道谁先会有消息。这样好不好？
来年的三月初十，咱们还在这儿相见，啊？都听福说的。哎，二少奶奶，保重。福叔保重。二少奶奶，带着小少爷，千万别走夜路，当心遇见牲口。福叔，我听见了，您腿脚不好，该歇就歇。孩子都丢了一年多了，不急这一时一晌。哎，福叔，我给您磕头。自人眼里不揉沙子，路见不平都要拔刀相助。哪成想，我这次却冤枉了二嫂，让二嫂和侄女们骨肉分离。幸好二嫂在狱里顺利生产，我还没见到。但龙福叔是个大胖小子，壮实得很。长得像你，也像我。二哥，龙家有后了。二哥，龙家有后了。你是没见着，那石少卿到监狱门口去接柳莺娘了。这一男一女，摆明了就是丢人呐，丢人！石少卿那人诡计多端，刚才我不又差点中了他的圈套。是，我知道他坏。可若无奸情，那他到底为了什么？他对柳莺娘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大家都见到的。你能说出一个让娘信服的道理？我说不出来。当初我对他俩的奸情也是深信不疑，可是娘，我这条命是我二嫂救回来的。那个时候我身受重伤，人事不行，他不管我的话，我就干等着咽气儿了。娘，你想过没有？若二嫂不清白，她被铁了心和龙家为敌，怎么会救我呢？难道她不知道，我一定会为我二哥报仇的吗？是啊，可是
这说是柳莺娘救了你，这娘，哎呦，真是被弄糊涂了，这是。三少爷请您喝酒，多大的面子啊！不想喝酒，窝囊废，丢了差事，活不起了。我就是不想喝酒，没心情。三少爷，小四儿是个不识抬举的家伙，自打丢了官，天天都是这副德行。要不，我让他回去吧。像他这号的，不配和您喝酒。是管家。这是我们哥俩的事儿，和你没关系，忙去吧。哥俩。蛇兄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正要与他结拜兄弟。忙去吧，谢三少爷。干啥呀你？是小四儿。你属啥？属啥管什么用？看你在监狱里那么威风，我猜你属虎。我属蛇，有意思。你姓蛇，也属蛇；我姓龙，也属龙，吃长你一岁。贤弟，因为我的事儿，让你丢了差事，受愚兄一拜。哎，用不着，你整这些没用的干啥？来，坐坐坐。听说贤弟这半年多来不太出门啊？出门让人笑话你。以前官再小也是个队长，腰里边斜挎着枪，身后有兄弟跟着，那威风。现在我咋出门？再说了，当警察队长这么多年，我都忘了我得罪过哪些人了。你说，要身后别人给我一闷棍，我这小命不就丢了我？你当警察得罪的无外乎是些流氓无赖，用不着怕。打今儿起，你在街上就大摇大摆地走，谁要暗算你，一枪毙了他。哎，别！我现在不是警察了，我要是拿着这玩意儿，那我不就成了土匪、强盗、杀人犯了吗？照你这么说，不是当警察的拿枪就是土匪、强盗、杀人犯，你说我呢？不是，三少爷，我哪敢说您呀？您大富大贵，是龙家的三少爷，你想干啥就干啥。我可不行，我是山沟里来的穷小子，丢了差事，是吧？夫人开恩，赏了我不少钱。我这几年也算是没白混。我打算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我回乡下，我指几块田地。娶个媳妇儿，我干脆老婆孩子这炕头得了我。贤弟，你虽然姓蛇，但是自打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我从你脸上看出了龙相。他是蛟龙出水，你必定是一呼百应的大英雄。老婆孩子这炕头，我不信。贤弟应该胸有大志啊！胸有大志，你看出来的？我怎么不觉得呀？这样，等我当了县长，我让你做警察局局长，怎么样？